的了不起，假的好心情。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真的了不起》。好，今天凯乐要带来非常多的奇人异事，包括我不晓得观众朋友您在从小到大有没有做过像我们拉单杠、引体向上、引体向上，告诉你。一个小拇指就可以这样做，还有两个小拇指哦，就小拇指就可以这样做。OK， 还有现在很流行到哪里都自拍的那个很长那个自拍棒，发明人今天来到现场，真的吗？是他发明的吗？是吧？啊，OK， 有没有潜水过？有游泳哦，浮潜，对，憋气憋多久？差不多两秒。两秒吗？告诉你，五分钟。不是，我跟你讲，如果我的朋友跟我去游泳。他如果憋气潜水五分钟，我肯定报警。真的很久，我一定叫人家来救人啊！以为溺水了。对啊，好 ，OK， 好，这些奇人异事今天在现场，我们一个人来看，真的还是假的？好，不过到底真的假的，要靠我们现场所有来参加艺人朋友的智慧，看谁能判断出来。来，卡位这个赛。好，红队派出来的是小艾跟柯凡。是。你又被冷落在旁边了。对啊，原来杀鸡焉用牛刀。整个演艺圈，你只是异想聪明而已。对啊，下一次麻烦一下发山猪跟异想一对，我们来试试看。那可能会出现超笨的。那大家有两个字、三个字，尽快缩短中间想的时间，好吧 ？OK， 来，计时开始。两个字提示，龟壳。周武王。科字。龟壳科字。龟壳科钻小钻不甲骨文跟个哎呀对炸的对那个章鱼烧宵夜咸酥鸡冰果常吃哈周杰伦双节棍歌名周杰伦对来三个字对歌名有方向快点屁股周杰伦歌名三个字植物，菊花台。好，时间。屁股你是台，菊花台。来，爬中间那边，一分16嘛，看起来有机会赢，对不对？不太快，但也不算慢。对，就希望有猪一样的敌人呢。OK， 好，来，谢谢我们队。来，另一队，请。雨柔鱼台总监。来送给你新专辑《教你弹吉他》，对，里面都是自己的创作。教你弹吉他，对，这是专辑的名称。对，《教你弹吉他》是一张非常分裂的专辑，一张非常分裂的，看得出来啊，你这封面设计就蛮分裂的感觉。而且里面有一首歌叫《五月天抢走我的女朋友》，对，这首歌我在广播常听到。对，这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剖析吗？是一个写给女朋友的歌啦。刚才1分16秒。怎么样？两位对红队的1分16秒有什么看法？我们大概就是1分15秒左右。没志气。好来，看多久？挑战1分，好不好？好，1分钟。加油加油！来，1分钟，好不好？有骨气，来，计时开始。两个字提示，铁马。脚踏车。双人铁马。冰桶。哦，加油！日本。随便三个字。迷糊。路边。三个字。观众组。贩卖机。投钱。跳过。好，来，扭蛋机。公司。办公室。算钱。公司算钱。会计师。快，有机会。国小。三个字。荡秋千。体育。操，这个难。你有没有当过？厉害。不球，打人，躲避球，跟着，来时间，1分05秒。好，那我们要恭喜绿队在这个阶段获胜，所以待会呢，先猜还是后猜，由绿队来选择。大家选完以后，来进行我们的第二阶段大输玩家。好，刚才因为绿队赢了，所以绿队选择先猜后猜。后猜、OK， 好，选择让红队来先猜。所以红队是，待会儿红队要进行大说谎家这个阶段先猜。那凯乐带来的第一个要由红队来猜的奇人异事，什么事？什么人？来，凯乐。欢迎凯路通用手机自拍杆支付。好，号称海路通用手机自拍杆支付，所以王先，自拍杆真的是您发明的？
全世界第一个是你发明的。第一个。哦，因为大家会看到有很多的自拍杆，所以您说您是第一个发明，当时是在什么样一个概念之下会去发明这个自拍杆？就是手比较短嘛。嗯，每个人手都很短，为什么大家就没想到？对，照相因为大家只想到叫别人帮我拍。对。然后所以那可以把相机弄这边弄远远的、啊，可是相机太重啦、啊。那就换手机嘛，嗯，那手机锁不上去啊，就想一个手机的握把，也，哎，握住了，握住那的两个合不起来啊，嗯，那所以再想的时候就把它连起来，哎，那看一看，哎，全世界没有，那我就变成自拍架之父了。OK， 那你还到国外去，然后包括因为带着这自拍神器，曾经在国外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自拍是把妹神器，把哦，那个这样，我跟他拍照的时候呢。那他拍照之后的，那我就说，哎，这样拍嘛，就你跟我一起合照啊，对，好，合照，耶、yeah ，好，这样合照一下，耶、yeah ，好，哎，他真的拍照哎，拍、yeah、好了，然后拍好之后呢，就哎，你要不要照片啊？啊，就点一下，那就他就自己打 email 哦，我的 email 给你，是，对，把照片传给你，原来对，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样子才想要发明的。还不错。OK， 那当然这样的话会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有兴趣，大家也会问或什么。可是我们刚刚讲海陆通用，路上我可以想象海陆通用，海是为什么会出现海？那个就是有人就法国人他就那个有潜水的嘛，对，他就来问我说，哎，这个可不可以防水？嗯，防水干什么？哦，后来就知道说他是潜水的时候去照那个鱼啊，他游过去的时候那鱼就跑了。哎，所以他用那个自拍架这样伸过去之后呢，哦，哎，可以照到那个鱼这样子，对不对？吓到鱼。哎，对的，鱼还以为这个是一只鱼了。所以会有很长的自拍器。哎，对对对对。最长大概有多长？最长好像做到三四公尺那么长。哦，三四米 ，OK。好。来，资料提供完毕。我觉得他这很像假的，因为他在休息室一直在找各位自拍。对啊，然后他活脱就像个路人甲乙。对，这很像路人甲乙。那我想要问你，你现在自拍杆一支是卖多少钱？多少钱？自拍，就自拍杆一支多少钱？有吗？你有在？1000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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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要讲。好了，1000块，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是真的。来，所以这个王大哥确实很多反应都蛮古怪的。嗯，对。一破题问他说自拍杆是你发明的，他还要想一下。哎，对。然后你问他说，哎，这个是把妹神器对不对？他要想一下，把妹神器，哎。对，种种迹象看来都很假，可是呢，我的答案并不认为他是假的，为什么？他是一个发明家，那发明家哦，他那个脑筋的回路里面呢，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鲜少跟外界呢有在互动。等一下，这位大哥，你不能现在继续拍，我们现场还在进行，我在录影，请你尊重我的发言。对，所以呢，我认为呢，他的这种调调其实蛮符合发明家的那一种。性格的特质。好，所有的资讯提供完毕。红队想清楚，黄先是不是自拍杆之父？想清楚，来，真的假的压几分？请选择。有把握，不要怕。假的3分，不要怕。请问一下，这个假的是三位都同意假的？哦，我觉得是假的。你觉得假的？我也觉得是假的。我也觉得他是假的。好，那他假到让我们觉得是三分。三个假就是三，对，三分。OK， 没得多说，假到底。正确的答案是。吓死人了，黄先。你现在可以恢复正常，我的感觉，你刚才基本上是为了要混淆所有的过程，有一点点故意。刚才我们讲，你说最长的有三四米之长，是这只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是这个，所以它也是可以到海里。来，看到一手，对，哇塞，它得伸到隔壁邻居了吧？你弄这么长的，就是为了人家潜水拍鱼用的，一般路上很少人那么长用吧？这可以自拍。这样自拍啊，就我拿了前面的话就可以钓鱼了。有啦，现在我们出外景的话，就是有一些竞赛的话，就是自己拿着去跑这样，然后一路它就会 stay， 就是可以调镜头啊。它是可以，所以潜水的时候呢，就要放前面，这样一伸，那个鱼就OK。就不会
不会被吓跑？就不会因为离人太近，所以他们会害怕。是是是，那个鱼可以离很远这样，可以找很好，非常适合捷运之狼也可以用。乱讲。好，那但不得不承认，王先生完全骗过了红队，红队倒扣三分。Oh my god！ 哎，很难追了。接下来，凯乐带来奇人异事是谁？什么事？凯乐，欢迎空中转体540度击破跆拳道队。嗯，540度。空中540就是因为你们叫做特技跆拳道队，对 ，OK， 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用了包括有氧舞蹈很多的结合以后，你们拿下韩国二金一银一铜的成绩。我们今年去参加那2014世界汉马顿武艺竞赛，荣获第一名。所以你们算是跆拳道队，还算是舞蹈队，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质疑？结合在一起了吗？有，家人啊，家人质疑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家会播音乐，然后家人就以为我们到底是去跳舞的还是练跆拳的。OK， 你最好的成绩是几天？最好还是一圈半中级。比赛的时候，最高韩国都踢10片。嗯，你们踢几片？最好12片。我请问这两位小朋友，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制作单位帮你们借的，对不对？整人专家沈玉玲被艺人反整，苦尝现世报。所以一片拿像玉玲哥这样打打算吗？可以啊，打一片 OK 嘛？打一片有什么难的？莫文的木板。不是你要吓死人，你要一二三好不好？然后就是来了，你要说我来了，然后我就说哦好，你来 OK， 我来。